再来。今天就是我们的晚餐，超级无敌丰盛。帮你弄这个，感觉他没有拥有过这个，什么包包啊都有了，觉得他有点可怜，没过过这种生日。我真的没有，太麻烦了。我今天打开门，我真的吓到了。我们今天来到的是。塔兰山丘，这是巴兰山丘哦，是巴巴厘岛哦，是巴哦，哇，又念错，不好意思。好漂亮啊！天哪！所以这个凉亭就是完全这么重的，对啊，对，好赞哦！这边吗？新歌很好听啊，谢谢。我是铁粉啊！哇、哦，谢谢铁粉，铁粉。我们刚好遇到工作人员，然后他说他有订阅我，哇，好开心。来开箱帐篷，这两帐是我们的，这个跟这个，这里都有洗手台，很高级耶。芭比去的地方，你看看，这个是高级的，太适合了。还有布，而且是茶籽糖味，太好了吧？免洗马桶，来了，我要开房间了，各位，一、二、三，两张双人床，冷气很凉，备品区。然后你看这里还可以挂衣服，天哪，好漂亮哦！哦，这个是冰箱。哇，他给我们这么多饮料。我们娇贵的小风在帮我喷防蚊液。哎，这超有用，快点！而且痒的地方喷了，它等下就不痒。快点，我真的是超级无敌会被叮的。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一直在讲娇贵，因为我们刚路途中的在聊天，然后小风就跟我们分享，他说：“你们知道吗？以前我是没办法在外面上厕所的，因为我这个娇贵的身躯是从来不在外面上厕所。”然后我们就在笑他形容自己是娇贵的身躯。哇，谢谢我们娇贵的小风，竟然在帮我擦防蚊液。哇。而且还可以带宠物来，超棒的！怎么有礼物？哎、欸，我头发好多呀！怎么的？没有，每次开门都有惊喜。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你每次开都有惊喜。你等一下再开就没有了。等一下再开还有什么呢？哇哦！怎么一开门怎么又有礼物呢？太好了吧！哎，好漂亮哦！超漂亮的，跟小公主哎，小公主。我跟你讲，我现在身上洋装是加加的，我不会买这种这么显胖的洋装。太美了，那要骨头人才有办法穿。骨头人。辣才美，辣才美，要得辣才美，辣才美。希望身边的人都可以身体健康，耶！一定要身体健康才可以有力气赚钱。没错，在新的一年，希望大家都买房子了。哇，这个很棒哎，好棒哦！自己选的很棒，好棒很棒，可以再存款，存款也很棒。我们一起帮小琴，我们先美梦成真。好，三二一，买房子，耶！谢谢，哇，
我们的晚餐，超级无敌丰盛。食材部分帮你们介绍一下，蔬菜的话有分成两盘哦。Barbecue 的蔬菜有青龙椒菇类、节瓜以及笋类的部分，这边有附一些生菜哈，是可以包肉去油解腻的。火锅的部分呢，红喜菇、雪白菇、番茄、香菇，海鲜部分白虾、五仔鱼的一夜干，猪肉的部分也是可以下去煮，这是梅花的部位。绍兴香肠、花肉，这个烘蛋是我们的时蔬烘蛋，这是熟的吗？这个都是熟的，可以直接吃。他们会有一些熟食。煮饭的部分的话呢，我们是用南投紫玉石乡在地的红玉十八号的红茶去做蒸煮，然后它是菌菇类的，所以会有一些红茶的香气。另外熟食还有我们在地特产的马告咸猪肉。这道熟食是我们三道熟食里面最受欢迎的。你们看看这个烤肉啦，很夸张哎，超丰盛，我吓到，这会不会太豪华啊？听说今天有位寿星。哇，谢谢，这什么？这是你的寿星调酒。你们还有调酒？对呀。要不要这么夸张？这里还有调酒？再搅拌，鸡尾酒那种吧，差不多，再搅拌均匀一点。里面是拉嘎跟那个君度橙酒，好，就喝一口就喝。Thank you， 佳佳在直播，然后我来当驻唱歌手。对，任时光匆匆流去，我今天没看到这在乎你，人生几何。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，所以我求求你，别让我离开你。外面很吵吗？除了你，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意。我的心，你放在哪里？或许。就也毫无意义，接受欢乐都死去，无法开口说声好不容易。狗狗洗澡，好可爱哦！小乖，小乖都乖，小乖都乖，啊，好可爱。吹毛，怎么这样子？收香。终于也没有了，我为你把所有人都推开，只为了那不确定的未来。后来你去了理想，我嫁给了部队们的爱与不爱又何妨？从前数据山海，1999张车票，怀有你的未来，哭着收钱我的未来，下辈子再爱。解脱是肯承认这是个错，我不应该还不放手。你能自由走，我有自由好好过。用这首歌，怎么还是这首歌？怎么又是这首歌？我从上次录音就一直在唱这首，唱到现在。好想知道你最近怎样，但又怕不小心受伤，这么久却没忘记，数着一二三四五六七，想念五百天。天天我怀念五百天，天天天天说着每天，过去的爱接受未来，一个人生活在一个不存在的角落，不能够待，不能重来，为何继续装不明白。小琪呢，一直叫他拆礼物，他就是不拆礼物，因为他要过生日了。我说你们就是故意要拖到十二点才要拆礼物，你凭什么误了我十二点要睡觉的大事？你凭什么觉得你十二点可以回去睡觉？出来玩什么？你凭什么？你倚老卖老，你。
丽儿，丽儿，大林姐姐，水晶阿姨，水晶阿姨发疯，你不要霸凌我。没有，我只是觉得有点伤心。为什么？我们在请我一年就一次生日，然后。而且行了，小琪在请了。你去年生日，小琪现在在请了。没有，我去年生日一个人在家。你没有开到路，你没有开到路。哦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我去年生日我很认真讲，然后就没有按录影，智障了。我跟你们讲，去年我生日的时候封城，我一个人在家。没有人帮我过生日，我自己一个人在家吃饭，只能收着大家的祝贺影片。我今年不值得大玩特玩吗？哎，我们非常幸运的这段时间没有人确诊，一切健康，可以庆生，这是多么值得庆祝的事情！你十二点前睡觉，怎么可能？我十二点才开始吹蜡烛，然后慢慢的拆礼物。我十二点十分拆第一个，十二点二十分拆第二个，十二点嘛就四个，十二点半拆第三。我们很可怜，我们现在都已经在过生日了，还要上班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我今天已经对一整天的工作了，然后现在还要直播。嘘，干了。确实，去年封城，在家过生日的每一个人，请你在下面留言告诉我，让我知道我不孤单。就跟你说的放手，不要再听你的借口。不舍为他曾起死于是阿牌的同学，给姐直播他就不无聊了。来对，来姐直播，对，因为姐哦，原来是因为姐无聊，姐想要深夜聊。我这也没有那么爱直播，好，现在要聊什么？可以。深夜了，现在过十二点了吗？还有五分钟就到我们小琪的生日了，可以要火箭吗？好快哦，五分钟，只剩五分钟。我很紧张哎，我要准备什么？是不是应该先补妆？我已经设好11:58的闹钟，就是十二点一到我就要发文。又有香槟，又有香槟啊！谢谢，好忙哦，好忙！为什么这么忙？还要发文，然后寿星，然后还要直播，然后还要拍片，然后还要吹蛋糕，还要拆礼物，然后还要避免我逃走。怎么这么对？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小琪。Happy birthday！ 小麦好烦呀，我还没办呢。谢谢大家，你看我们帮小琪定做的，谢谢大家一起见证小琪的蛋糕，好可爱。生日快乐！而且这上面是有巧思的，为什么有花呢？因为我们是花花仙子，没错，所以一定要有花。希望我爱的所有人，然后爱我的所有人，大家都可以身体健康，心灵富足。这是我们要拆的礼物，我先拆最小的。好，我体积从小到大，蓝色送的，蓝色。希望是项链。对，如果是项链，我刚好可以直接戴上。是项链吧？哇，我这次刚好没戴到项链。耶，谢谢蓝色，好看，你缺项链呢，赞。体积第二大的是这个，是谁送的？哇，这是水晶阿姨送的啦！恭喜你又成熟了，有一群姐妹，你能常聚在一起是很好姐妹能常聚在一起。Hello， 有一群，有一群好姐妹能常聚在一起，很幸福的事，愿你很幸福的事。你在乱念。愿你能事事顺心，天天开心，长命百岁，找到一位值得你能真正带给你幸福的人。生日快乐，永远爱你。很棒。这个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哎，哦，还没，还没，还没。不会啊，很好看，对不对？很好看吧？那你戴好了是不是很好看？很好看吧？好看，好看。好，来猜第三个，这是谁的？这是我的，这是小礼物而已。姐的，姐的。今天刚好不想洗头，哎，蓝色，是蓝色，蓝色是很，这好好看哦。Oh, OK， 好看哦。Hello， 可以了，好了，丢一个法裤。最后一个是谁？我跟哈哈。打亮，打亮，打亮，好可爱哦！打亮，打亮，很漂亮，很闪。这个亮，来，哎，这其实可以用在身体耶。哇！有吗？有看到吗？哇，很漂亮哎！很细，很浓，很漂亮。哎，这真的很漂亮哎！成功了，你挑了色号，我觉得很适合。色号是什么？哦，什么？你打开来看看，你喜不喜欢这个颜色？来来来，裸裸的，裸裸的，来先试在手上。啊，我是这个颜色，看吧，豆沙裸吗？对啊，你看，赞哦！发香水，发香水，哎，绿色。哎，你马上喷绿色，喷一下。对，我喜欢绿色。喜不喜欢？喜欢。Oh my。喜欢，谢谢，不客气。
谢谢大家，开心最重要，我开心，谢谢大家。你知道今天玉如布置整个场地，然后整个吹气球，小七有那些漂亮的照片都是玉如，对，都是玉如艺人跟她男友的功劳，然后说了一句话很关键，我没有没能给你，只能给你这个，哦，好感动 ，Oh my god。这些已经很棒了，没什么大能买大礼帮你弄这个，感觉他没有拥有过这个。对，我真的没有过。不是，而且他感觉从来没有人。玉如，你为什么眼眶泛泪？什么包包啊，都有了。玉如，你怎么眼眶泛泪啊？觉得他有点可怜，没过过这种生日。我真的没有，感觉完了。我今天打开门，我真的吓到了，想说。天啊，我是交了什么梦幻男友吗？就很像男友帮我布置，但所以现在是没有。比你男友更好，谢谢。而且今天他们在拍的时候才说，小琪好像没有过这种照片呢、欸。我说对，我真的没有过，就是没有人就帮我布置啊，什么气球什么干嘛的。谢谢大家啦，很开心。谢谢大家，明天见，开盒，拜拜。拜。疯掉，好感人、哦。大家拜拜。感人，哭。哇，哎、欸，有红酒杯，有红酒杯，这里耗资7000万。你看，睡醒的时候，眼前是这个景色，很爽吧？好吃哎、欸，好好喝，很香哎、欸，哇，快，那去。